花灯在这里，花灯在这里。掉回来到时候那个。到时候连一起了。嗯。那它里面分出来那些，分不分哪个是哪个的？就是要对应。要对应的。也太长了。这些也要对应，要对应。
这螺丝尽量在中间了，上面空隙，下面空隙，这个上面有缝，下面有缝。哦。多少了？到位了。
条左右鱼，左右的话上面在中心，下面最平底这个切。哦，现在学的呀，现在学的呀，毛都不见了。哎，我开不开你钱？你不用给我钱啊，不用给。嗯。这个上面稍微偏差一点的是，下面一定要对准，平底一定要对准。哦。你可不可以忙着塞进去啊？灯管要放下来吗？嗯，挺搞的。那今天稍微有点。